我介紹一個學生俾你識，哦，佢個名叫做冬菇頭，哦，我仲要一個學生幫我一齊，佢叫做CD盒，邊個啊？CD盒，你影緊相嘅就上嚟，嚟佢嚟緊噶啦，嗱嚟緊啦，CD盒。 好，各位，冬菇頭有咩感受啊？感動嘛！好感動，好多謝，即係咁多班手足咧幫手搞咗音樂會。如果唔係佢哋咧，都冇今晚。所以我希望今晚唔係曲終人散，而係友誼永固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仲有，阿師弟俠，師弟俠。 最初你都幾驚嘅喎，而家仲驚唔驚啊？唔驚，因為呢，你真係年青人嚟噶，行得出做得到，所以今晚呢，係要祝福你哋啦，神思明辨，繼續振奮自己嘅內心，好使你聽日行好自己要行嘅路。 你哋下一屆嘅校長，下一任嘅校長，劉校長剛才俾 message 我，叫我同你哋講兩樣啫，兩句，唔知點解我同佢心有靈犀。第一句就係路係人行出嚟嘅啫，第二句就係話冬菇頭，祝你哋友誼永固啊！各位。 经过今晚嘅音乐会，我谂洗脑教育唔会成功噶。哇哇！有我哋呢班五华仔，佢哋有独立嘅思考能力，佢哋能够慎思明辨，揾自己要行嘅路，所以五华嘅慎思明辨将要延续喺你哋将来行嘅路身上。 我今晚祝福你哋，唔单止友谊上要继续努力，最重要嘅就系你哋要发展你哋喺学校呢个培育阶段所筑起嘅一份良心嘅声音，慎思明辨嘅基础就系以你嘅良心去教导你自己应该做嘅一切，唔应该做嘅一切。 以致你建立一个更美好嘅人生，更美好嘅香港，更美好嘅祖国，更美好嘅世界。呢个就系我对你哋嘅祝福，好使你哋得到嘅系真正嘅教育，系爱嘅教育，系天主教会嘅教育，系五华嘅教育。好啦，各位来宾，各位同学。 就願天主祝福大家，記得路係自己嘅，友誼係要永固，人呢需要慎思明辨，我哋唔要洗腦教育，我哋要用自己嘅思考去創造我哋嘅人生，建樹我哋嘅社會，建樹我哋嘅國家，所以各位。 9月21號，9月21號，3點鐘維園見。一齊講7月29號，7月29號，3點維園見，3點維園見。 我哋唔要洗脑，我哋要慎思明辨，为大家带嚟最后一首歌《发现号》。